雨的将来，爱自己勇敢再勇敢。现在你不要跟爸爸说你黑胖了的事情，头发派去听到蛋雕的，要不你竟然想要用胖了跟正规阿伯，你是纯白要跟咱家的扛把毁掉的哟。咱赵家三代都是做纯手工的导游呢，啊，若真正毁了你的手的，就算你现在走去祖公的面头前砍头砍把死，你也背不起啊。你敢不知道这严重性？对啊，我就是想要用胖了解送你阿贵尔，我真正唔知遐尼严重啊，我真正无想遐尼济啦，啊，对啊，是的啦。你袂记阿兄当初是安怎甲你讲的？尊严唔是用哭。你袂记恁姊夫是安怎看轻你的？你还佫当大家的面头前瞪眼看，讲你要做阮看，结果呢？你就是在做恩，杜小爸发现头已经有损开啊，伊还搁在怪伊家己唔对，困过头，那是为虾米？那是因为爸相信你，想不到你竟然还搁欺骗爸，还搁有诶，这餐盘了，待会把伊来销出去，就等于在欺骗支持咱的客户，你知影无？导游学阿未下，就开始咧学偷吃布。你安尼做是要叫人安怎看得起啊？当当时恁阿公教我做导游时，佫教我两句话，就是信用佮良心。恁老爸就是用信用佮良心，拍出咱在地导游这块空板出来。所以咱卖唔是干那卖导游，咱是卖咱赵家的信用。是安怎咱的豆油做一片甘味？因为咱是用上界天然的豆仔落去做，绝对袂用掺芳料，袂用欺骗咱的消费者。简单讲，就是讲做豆油会用吃苦，袂用吃偷啦。啊，这豆仔唔是去去歹，是去予你想要用偷吃补心母歹去。这豆仔若要单调是真拍算，不过这豆仔若摕来做豆油吼，咱就真苦，咱袂用变做一个无良心的生意人。做生意上界基本的良心道德一定要顾好，知无？家己心内，咱用个无头啊，用个无用个无良心。
是在想讲，我啥物代志我拢安尼，关前顾后拢考虑较足清楚的。但是这么个想到转来，我一寡决定到底是对还唔对？唉，参想讲当当时李光甲杨俊要结婚的时，其实我有想过讲是不是甲工厂放互阿仔某去换。后来我是发觉讲杨俊这囡仔无啥可靠，我都无放互因换。啊，你即马甲看吼，伊也较畏畏母这件代志，我也感觉讲，当当时我决定是对的。但是我顶前我想讲，当当时我若放互因换，无得甲杨俊就无迄个时间，他妈母这有诶无诶啊！爸，我认为你想伤多啊，做唔对代志人是杨俊，伊当然要担起所有责任嘛。所以你更加哦，无需要责备你家己，卖胡白想啦。佮较安怎想哦？啊，会发生的代志，伊嘛是发生啦。咱这人的人生真正予咱袂安生，也佮咱一间工厂，虽然无赚啥物大钱，但是最起码我嘛甲恁家囡仔安尼正大汉起来。啊，都是拢欢喜讲哦，有这个万阿囝要甲顶一间工厂，爱拿安尼较骨力好好啊做，啊等规个拿安尼稳定落来，我甲你妈就当退休，啊好好来佚佗一下。想袂到这只细只嘛是同款做代志安尼嘻嘻哈哈，唉，爸，啊何英就少年较袂定性，啊有当时做代志受较重影。啊，工地做无好，我惊你妈。你唔再想讲安尼，凊彩富富就准度煞。我爸为我工作上来，虽然伊当下，也毋过我当时让我怀疑在做事，伊不哩啊认真呢。咱得慢慢啊甲看家，我相信，等到这块空房哦，伊绝对扛会起来啦。好啦，爸，莫阁生气，我阁来甲你看者，哦。讲个所在是公司的招待所。顶边我送董事长去阮家休困了后，我愈想愈唔对。万一若真正去予国财翕到，到时阵若是予董事长夫人误会，造成董事长的困扰，安尼敢毋是搁较害？我就想讲，今仔送董事长你来招待所，这环境真好，你伫遮有哪会当好好放轻松？董事长。你若要趁面筋还阁冰冰凉凉的时阵，吃一下面的，那会较舒适啊。你还会记得我较惯是用冰的面筋哦。甲头家习惯记掉的，这是我身为特助应该做的工作。董事长，请用茶。你实在真巧呢，讲实在，一直让你安尼搞风台落去哦，到时阵那华人我是无啥关系。多谢董事长娱乐。不过那囡仔咧硬吃硬吃酸酸，应该是我规工啊，拢甲人咧烧骂啊，气甲不过那秘书就老讲话这么重。无，董事长我替你了了的。看卖人会较轻松无？手路袂歹。之前有学过，也毋过一直拢无出师。啊，毋敢知你无出师，我若无。我可能就要开始烦恼，你会去予人高兴我阿姐呢？身为董事长的职责，
我当然嘛爱较认真诶啊。才无爱亲像赵英凯共款，一尴尬去互胡云叫去店，安尼是足无面子诶。是讲董事长，我今仔日有看到胡云要来赵英凯赶紧完成巨阳生技合约。伊也是叫赵英凯去破除这合约，真正是唔死心。不要紧啊，非你这合约是不可能会过的。啊，若赵英凯啊，真紧就等于吃家己啊。是安怎？啊，是讲这个合约对咱公司真正袂歹呢。要唔过真明显，夫人就是挑工要做球给赵英凯吃。因为这个合约对咱公司的好处真多，伊明明就是要叫伊上功劳。是讲巨阳生技竟然拒绝赵英凯，迄就表示讲伊的能力无够好。你这一粒好好啊球，却有这个烂对头卡去。讲实在，因为当初一直叫赵英凯去负责啊，我心内我那无啥欢喜。啊，不过我相信伊嘛想袂到讲伊安尼做颠倒去害到赵英凯。伊害伊伫杨水滴个面头前踢到铁棒啊，所以即马无法度收煞啊。伊就叫赵英凯，无论如何，这条合约一定要讲好先。啊，不过照我评估啊，赵英凯去瞧，这合约百分之百是袂过的。所以，这根本不是只球，是只炸弹。想若信着，想着平安喜乐的。请董事长你原谅我含慢，也不过我怎想拢想无呢？这个合作对咱两间公司拢真好啊。咱大通用个省一条专门开发肝药生产线的成本，啊，若引进扬生剂，是当借咱力量开发市场，是安怎？这其中问题有遮济？因为其中还有真济面面角角是你无了解。其实上重要个啊，并毋是趁钱，重要的是双方面拢袂爽合作，尤其是杨家，伊伫认定讲我伫正面伫办伊。伊认为讲我若无杨家药方啊，我就无即卖事业。所以这条合作案，我若真正跟伊合作，我唔就和伊女话讲啊。伊就认同讲我若无杨家药方啊，我就无在调查。所以，我偏偏要做给伊看，我要开发跟伊一模一样的肝药啊，我甚至要卖了病较好，和伊所有人全拢踢起来无话通讲，看到底是谁较有才情。董事长。啊，现在第一件下班啊，别再受限制公司了啦。来，再啉一下茶。你今天头前还很硬呢，来，我要替你推推捏捏哈。这个事啊，我的太太都听不进去，只有你了解。我现在这样说说的心情继续轻松。会轻啊，替你漏水哦。等你进过了，应该阁会较轻。